哎呀，你们看，那个人的包袱没拿稳，掉进水里了，真是太不小心。不过好在他立马去捞了，不像成语《刻舟求剑》中说到的主人公那样不知变通。你们听过刻舟求剑这个成语吗？我来给你们说说吧。舟指的是船，求则是寻找的意思。刻舟求剑本来是指在船上刻记号，寻找掉进水里的剑，现在多用来比喻办事刻板，拘泥而不知变通。你们知道吗？刻舟求剑是一个由寓言故事演变而成的成语呢。据说古时候有个人，有一次在他乘船渡江的时候，他的宝剑不小心掉进了江里，但是他没有立刻去捞宝剑，而是用脚刀在船舷上刻下记号，等船靠岸后，他才从船上刻有记号的地方跳进水里去寻找宝剑。可是剑沉入江底，不会随着船移动，船最后停的位置已经不是剑掉落的地方，从那里跳下去怎么可能找得到剑呢？这就是成语刻舟求剑的故事。现在刻舟求剑这个成语也多含有贬义，可以用来形容有些人做事刻板，不懂得变通。哎，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和刻舟求剑的意思很相近的成语，墨守成规。这个成语常用来形容一个人思想保守，守着老规矩不肯改变，他和一成不变、守株待兔都是刻舟求剑的近义词呢。他们都可以比喻一个人做事不知变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不知道根据事情的发展而变通，那要想做好这件事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哦。我们做任何事都需要随机应变，随机应变也是一个成语，指的是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应对某件事情，它和见机行事、审时度势都是刻舟求剑的反义词呢。了解完刻舟求剑的近义词和反义词，下面我来给你们示范一下怎么用刻舟求剑来造句吧。面对不断变化的事情，我们不能用刻舟求剑的方法来处理，要学会变通。说了这么多，我来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吧。你们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刻舟求剑吗？嘿嘿，没错，第二个刻舟求剑才是正确的。虽然这两个字读音一样，但它们所代表的物品不同。根据刚才讲过的刻舟求剑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掉进水里的是一把宝剑，而不是弓箭，所以刻舟求剑的剑是宝剑的剑。其实要想记住这个剑字也不难哦。你们看，这个剑字的部首是利刀旁，利刀旁的字一般和尖锐的器具有关，说到尖锐的器具，是不是很容易会想到刀呀？那我们可以利用一把小刀来记忆刻舟求剑的剑是利刀旁的。想象一下，船上的这个人的宝剑掉进了水里，他正拿着小刀在船上做标记，想等船停了之后再找回宝剑。我们做事时可不能像这个拿着小刀刻记号的人一样刻舟求剑不知变通，他这样的做法是找不回宝剑的。怎么样，看到画面中的小刀，是不是就能想到刻舟求剑的剑字是利刀旁的了？如果有人像画面中的这个人一样做事刻板、拘泥、不知道变通，那我们可以用刻舟求剑来形容他哦。